背号99站上投手丘准备就绪，一出手投球美姿引发全场惊呼。脱帽向观众致意，镜头拉近一看，原来竟是韩剧《黑暗荣耀》饰演恶女朴贤镇老公何杜岭的男星郑兴一。不同角度再看一次，只见他低肩侧投动作投进好球带，架势十足，连捕手表情也不敢置信。郑兴一获邀为南韩职棒韩华鹰队开球，帅气英姿轰动全场，吸引场边迷妹开心猛拍。网友惊呼：莫非是被戏剧耽误的专业选手？还以为先发投手再热身。单纯了뺏은가능성도없고판당50,000원한판도어때요韩宋慧乔经典对手戏令影迷津津乐道，郑兴一从嗓音到表情，每个眼神都到位，连导演都说要打造出南韩梁朝伟。这回精彩开球，身手非凡，掀起讨论。原来郑兴一本就热爱球类运动，平常会参加业余比赛，也曾在2020年先发主投，率领明星棒球队夺冠。无论演艺事业还是体育表现，都意气风发，魅力破表，人气扶摇直上。三立新闻陈佩报道。